首先我想讲句对不住，同埋容许我衷心讲一句我爱你。请原谅我当日嘅任性无知，冇听从你嘅劝告，导致今日咁嘅田地沦落到咁嘅后果，令到你担心不已。人哋打緊波，你喺度温書，哼！考試考到黐咗線，等我幫你搞下，加你。你温書壓力咁大，又要考試，食啲嘢啦，唔好同我。波未搞埋之餘，温書仲事半功倍。攞手啦！冇啦，冇啦，好正啊！試下先啦。如果唔係我當日唔交損友，又或者我唔係吸食咗第一啖嘅 K 仔，之後因為冇錢買毒品，而花旗偷錢俾你撞破咗，就唔會有而家嘅境況。當日。我令到你心碎，我更加无耻地咁样推开你，我谂伤透咗你嘅心。又或者当日我冇吸食咗过量嘅 K 仔，迷迷糊糊咁样行出街晕咗，被警察发现，最后判咗入嚟教导所。或许我冇机会讲出今日嘅心声，妈妈，请你相信我。我会戒毒，重新做人。我一定会同你一起走过最美好的。